请选手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。欢迎大家来到塞纳河畔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败于宣战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9至24组第二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十号台裁判员刘媛媛，运动员陈强、李晓鹏。11号台裁判员高一敏，运动员赵启明、董毅。12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裴华夏、景耀。13号台裁判员赵奇伟，运动员何文冲、崔旭。14号台裁判员顾豪玉，运动员金国凯、崔明君。15号台裁判员刘小朵，运动员邓龙、张汉轩。16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王小倩、郑璐。17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白鸽、臧东旭。18号台裁判员张青青，运动员包志超、陈意涵。19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张蓝天、尹振宇。20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申思、祖贤义。21号台裁判员徐锦元，运动员孙红瑞、泰卢克·艾尔肯。22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王晓彤、张道伟。23号台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奚守新、景思雅。24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李贵全、徐明良。TV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进入裁判员刘洪旭、张子伟，运动员金俊、刘勇。
现在比拼开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